别特别喜欢这个小花花，喜欢吧？我觉得特别文艺范儿那种感觉。因为根据拽哥的从业多年的家纺的经验来说啊，这个枕巾没挑，知道吧？对，看见了吗？就是纱布枕巾啊，就是你让我纯棉纱布枕巾，看到了吗？一丁点毛病我都挑不出来。强烈推荐啊！就是这个花色挺多的啊，这是吕大公主选择的啊。那小熊猫是今年比较流行，然后这个花色我觉得特别好看，真的特别好，强烈推荐你们。我给你们大概讲解一下这个用枕巾的好处啊。嗯，大家好，水哥，这个我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，就是人在生活当中啊，一年四季都得用枕巾啊。我不管你是用什么。橡胶的呀，荞麦壳的呀，是吧？颈椎枕呀，各种的，您最好垫着点枕巾。不是最好，是必须啊！就是我跟您说的建议是吧？因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得用啊，不管什么季节，因为人体呢长期的出汗啊，尤其是脖子油脂、脑袋掉头发、掉头皮屑是吧？流哈喇子。对，就是尤其是说你那个出汗的时候，哗哗出汗。如果你长期枕在这枕头上边啊，你不垫枕巾，你不洗枕巾，特别的油腻味重，特别的脏，而且一生这个螨虫啊，你脸如果老长期接触，你容易长青春痘，知道吗？然后呢如果你用枕巾啊，就是这种纯棉纱布枕巾呢，我特别喜欢这孩儿，是吧？还得给你想枕。你如果用枕巾以后，你洗一洗，三天两头你一洗啊，特别的干净，对吧？对于你的肌肤啊，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啊。就是认识我们的人，对，以前有不用枕巾的，从认识我们之后，我必须得让他用枕巾。对，就是原来我以前干家纺的时候、嗯，就是有的人就不用枕巾，哎、嗯，通过我苦口婆心给他们做不懂生活，做销售。啊、当然啊，我销售是一方面，我这人有点强迫症，是啥呢？就感觉这个东西你不买我的都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用上。你不用上这个东西，你简直了。您看这个过去来说啊，就是六七十年代、七八十年代都用。过去结婚送什么呀？暖壶、枕巾、手电筒、自行车、手表，这是生活起居里边啊，枕巾是必备的。不过当然过去呢、嗯、枕巾都是那种花红的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黄的，就是一洗就那什么、嗯、还特别赖赖了，还当抹布，那当抹布都不是好玩意。咱们这个呢质量特别好啊，纯棉纱布的，从手感啊，亲肤状态啊，也不会缩水啊，不拉丝啊什么的啊，只要你不诚心勾它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东西我到现在我没挑出它的一点毛病呢。对，因为我们呢从是2020年开始拍视频记录生活的，当时因为我们就分享过得有好几个月的枕巾，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啊，5.0的评分，我自己开那些小店的时候啊，5.0评分什么概念？就是满分啊，就是给人发那枕巾全是好评。对啊，后来就因为那个那不是那原因嘛，不让发货了嘛，我小店就给关了啊，一直都没分享。今年啊又准备给大伙分享枕巾啊，如果您对生活品质那要求高的，赶紧枕成枕巾啊！您这个两三天一洗，我觉得对这个皮肤特别好啊，对人的健康特别好。好不好看？我特别特别喜欢。各种花色都有啊。这是反面。款式特别多。这是正面啊。这是几十种上百种的款式。最早的老粉丝应该记着呢，以前都是大象那个图案的啊，现在是熊猫的、小花的，好多好多花色。更多的花色现在都出来了啊！如果你们要喜欢。枕的枕巾的可以赶紧选购一对，不管是送给什么那个媳妇儿啊、老妈呀，都喜欢这东西啊。说实话真的婆婆物美还价廉。对，就是我说良心话，我们开店那时候这像一对啊，像这种一对的枕巾、嗯、咱们得卖多少钱啊？最少最少卖45到50吧，是吧？最少、啊、最少就是说说的意思就是打完折砍完价或者水货的价钱，知道吗？就你只要开店要是正常标都得搬，最起码98，就是这样，78、98、嗯、是这样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看啊，真的物美价廉、价格特别便宜，太一对儿啊、嗯、太值了。好吧，强烈推荐，各种颜色强烈推荐，你们买这个，我觉得太好看了。我强烈推荐熊猫吧。哎呀，我这好看。拜拜拜拜。